发展与院士，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潘荣聪。首先，本人请代表东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竭诚欢迎各位在关于端午连假的时候来参加第二届台湾工业应用数学会的年会。害怕会
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天开始明亮的过程。